过年了，是不是应该犒劳一下自己了？西皮牛排的惠灵顿精选双人餐，一份惠灵顿牛排，一份菲力牛排。今天的重头戏，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切成太小块的牛排。肉香、蘑菇香、黄油香，给你们确认那个酥皮有多脆。菲力可以说是牛身上最嫩的地方。我这个是七分熟的。口感更有韧劲儿，但是汁水还是锁在里面的。番茄面包是可以无限续的，他家配的面包酱是这种土豆泥。我超喜欢表面那一层芝士。汤品三选二，我要的是奶油菌菇浓汤和经典罗宋汤。如果你觉得奶油蘑菇汤腻的话，你可以选这个罗宋汤。里面会有那种牛肉块儿，有小丁儿。这个味道其实有点像万焖牛肉，再通俗一点，你们就想一想西红柿炖牛腩的味道，比那个要浓，沙拉要的是香烤鸡肉卡萨沙拉，两杯饮品我肯定是要挑好看的呀，没有甜品的一餐是不完整的。巴斯克乳酪蛋糕，他家这个巴斯克烤的，应该会有点流心的状态，奶酪香很浓，哎呀，好满足！新的一年祝大家都顺顺利利、健健康康，拜拜。